否认后黐马名，文海玲反击嫌相影得差。二年33岁曾经做过空姐，而家升咧做精女郎嘅文海玲 Connie， 早前就喺鸭王二度一脱成名。最近翻国内拍《赌城群英会》嗰阵，就有报道知佢同同剧嘅马国明、唐痴斗经常一齐孖住跑步。虽然身边周不时都有其他人做电灯胆，但都冇咗佢哋继续发展啊。不过呢啲都系人哋讲嘅啫，我哋就问个 Connie 啦，佢就话对对方冇嘢啦，成件事得啖笑，最紧要咩啊？张相影得好核突咯。查实呢个 Connie 毕业冇几耐就做空姐，已经升叻到亚姐级，但系一心谂住喺演艺界发展。2010年参选港姐落选，但系就被经理人公司睇中，正式签约做艺人。先后参加过唔少电影，包括《喜爱夜蒲二》、《黑色喜剧》、《喜爱夜蒲三》等。在2014年同王晶签约，正式成为精女郎。拍过《唐伯虎冲上云霄》同三级片《鸭王二》，全程摸到尽，一啲都唔卸身噶。